Hello， 各位兄弟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我是老头奥特曼，欢迎回来我们的瘟疫传说无罪。上一集呢，我们终于跑到了城堡里面呢，度过了一个晚上哦，终于有一个地方可以好好的休息了啊。那当我们醒来的时候呢，发现雨果的脖子上面呢，开始出现了奇怪的，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就是非常奇怪的东西，应该是他体内的生病的东西所导致的哦。那么接下来剧情会怎么发展呢？啊，我们就继续玩下去吧。我们的现在这个是第八章嘛，对不对？跟随雨果到地下，来。好，我被雨果叫醒了。然后他叫我说卢卡斯在下面，不过我想等一下。嘿，东西捡一捡再下去也不迟。啊，周围这么多 Hokan 的道具可以拿，我不拿吗？捡。捡起来，捡起来！啊，这个是，这是香蜜蛙哥。嗯，他说什么？来不及看。好，这边还有东西。我们要干活了，干什么活？讲清楚，说明白。这边居然有一朵花花，对，这每一关都有的这个花朵，是不是？哎，不能剪啊！这应该可以把它剪一剪，然后戴在头上啊，跟之前一样啊。哦，你看白天了，白天看起来比较舒服啊，晚上看起来太可怕了。啊，晚上的时候一大堆老鼠。哎，那这样我还蛮好奇的，那时候我们把它逼到那个沟里面，那些老鼠是不是都被晒死了？被晒成人干了啊？哎，不是，晒成鼠干。啊，被晒成鼠干去了。I'd better stay with Hugo. 不要。啊，不让我前进，算了。好啦，我们先看一下工作台。哦，这边有工具，不错。哦，我已经有四个了。你看，由此可见我积多久了。啊，东缺西缺都没有一个能做，是我的问题还是游戏给的东西，给的数量有问题啊？我已经捡这么多了，结果还有东西不能做，我都已经累积四个工具了。算了，我们先去找雨果看状况吧。啊，无眼，真的是无眼啊！绿色狮子吞食太阳。啊，拿到了一个算是收集道具吧，不知道干嘛的。硫磺太多，支配着月亮啊，在炼金术哦。一夜没有合眼，实验室虽然简陋，带给我灵感。嗯，我要帮你什么？左手边的小玻璃，帮助卢卡斯制作炼金药。我突然想到，这里是那个呢？这里是那个劳斯伦斯，是不是？还是劳特伦斯？劳提伦斯？这也是劳提伦斯的炼金工厂哦，突然想起来了，可是他已经死了，他被火烧死了。我可以往回走吗？因为我想要回去升级我的装备，因为我已经捡到了我们要的材料了。啊，算了算了算了，看一下这是什么。Alchemist lived here. 劳伦提斯啦。哦，他说拿这个罐子是吧？ That must be it.耶、yeah ！啊，成年的汗沟吗？觉得恶心。等一下，我也把前面东西剪一剪。这么多东西不剪太可惜了。哦，好爽！希望待会会再出现一个工作台给我，不然的话我一直不能升级，我真的超苦恼的。Here, anything else? 啊，气的。Yes, a concentrated laurel. 浓缩月桂树脂。Can I eat it? It is the elixir that would illuminate your path, a beacon for the bearer. 马库拉西带泽的灯塔。好了，这边，啊，不会自己拿哦。Oh my god！ 炼金术都是这样使唤人的吗 ？Here, good. 天使的眼泪。Angel's tear. 我就是天使，让我流泪吧。The elixir.炼金药哦，
Amazing, magic. 哇，他做坏了。他说不应该是这样。It doesn't matter, Lucas. Perhaps we should let you. 卢卡斯一夜没合眼。Well done, Lucas. You're a sorcerer. Amicia, come on. I'm coming. 再不赶快做解药，我们的雨果就要变成怪物了。快点，卢卡斯，加油，靠你了。好。看来还是失败了呢。就算你一夜没合眼，那废物终究是个废物，没有啦，开玩笑的，不要理我。欸，我可以下去吗？哦，我可以下来。Where are you going? It's all right. You can come. Where does that lead to? 这是通往什么地方？我们可以直接这样下来吗？不会没有问题吗？哇，其实真的蛮漂亮的，我觉得。哇，这里这么黑。哦，这是什么？哦、oh, ，a grave。哦，一座坟墓。Who is it? I don't know. 谁的 ？We can say something if you'd like. 我们可以说几句话。We don't have any candles, but we will leave you in peace. Thanks for looking after us. Come on, let's go. 谢谢你照顾我们。这是什么调性？就是有点像是，有点类似像是就是跟死者说话吧。啊、嗯，这个可以拿到一个成就哦！哇塞，这游戏要收集成就的方式还蛮特别的嘛。哦，有些东西就是你一定要先走过去就会拿到成就。如果你那个想要解那个什么奖杯啊，哎，这个可能就需要认真一点的搜寻。搜索，就像我现在这个样子。好，我玩游戏通常我都会有这种习惯，疑心病重，就很想说过去看一下好了，看会不会有什么东西可以拿这样子。然后就会本来就是一直线的东西。好，然后你就可能要搞很久。好，梅丽已经离开了，这样太棒了，我们终于可以升级了。终于啊，看一下我们要升什么。每种材料最多可以装16份，有点想先升这个。阿米西亚不需要工作时间即可升级装备，这个也很重要哎。不过我觉得这个先升好了，因为毕竟到时候后面带的多，你可以升的空间就越多，牺牲一下好了。哟，然后呢？刚好可以顺势升这个，能升就升吧，缩短投石重新装填的时间。有就有，有就升。哦、oh, ，That looks a lot better. OK， 我跟着他。Wow, an alchemist crucible. 炼金术干锅。等下拿干锅给他。干巴巴的锅，哇！不要乱叫啊！超美的欸，叫！八七，欸，你居然没走？We thought you'd gone. Yeah. We need to talk. 我可以不要跟你谈吧？算了，跟他谈一下好了。我们得谈谈，来啊，谈起来，谈起来。What's the matter? This castle is a ruin.Ah, that's exactly what you need. Whoever built this place, 建造这个地方的人肯定不想要人遮扰他。So, you're going to find Arthur. If I can help, he's my problem. You heard what I heard. Those 宗教审判所的走狗把他们带到了堡垒去。I'll find him. Amicia. 哦，他要跑去找他哥。With Hugo.It doesn't look easy. 我们要分道扬镳了吗 ？It's worth it. He will save you. They always end up saving us. Even if you know, brothers, sometimes you just want to kill them. The symbol is Amicia. I believe you. Anyway, don't leave without saying goodbye. As if that was my style. Amicia, please come. 干吵死了。Yes, Hugo. What did you find? 哇，要道别了。美丽再见，哎，有东西耶！哇，鸟类语言，啥鬼啊？这边居然还有个隐藏道具可以捡，死给！干嘛啦？那幅画。The one in the
餐厅那边那一幅画。他指哪里啊？检查大厅中的标记。算了，跟着任务走。我刚刚根本压根都看不到他在指什么，你知道吗？宝贝，走路模拟器。他去哪里啦？炼金术哦，地上这个哦，跟随雨果，感觉他很聪明嘛，虽然是个死屁孩。好啦，跟着他一下好了，搞不好我们等一下发现了炼金术的秘密，我们就发了，没有啦。哦，跟蝴蝶玩呢齁，哈哈哈哈。Where are you going? 哈哈哈哈。You found new friends. Yes. 哈哈哈哈。这是你朋友吗？然后捏爆他。这是我们家族的家徽。Amicia？ 为什么突然停住啊？啊，就连他也有一个。掉到这边。我看他的脸，他生病，看他的脖子，哇塞，这是撕裂伤是不是？哇，越来越恐怖了欸。他已经快要变妖魔了。快来看蝴蝶，快来看上帝，娘子啊，快来看上帝啊！真的又变大，你看，超夸张的。The macula is spreading through his blood. 发病过程总有几个临界点，临界点期间，马古拉的死者可能会死去，完了他快死了，快到一个临界点了。My master and your mother were trying to slow the process down, but how? What were they doing?研究一种非常复杂的炼金药，这会让他啊来不及看。禁书的启发，血翼之旅。So perhaps with the book, I'm afraid not. The sanguinous itinera is dangerous. It is 封存在大学院的地下室。进击的巨人啊 ！Just getting there would be near impossible. Suicidal even. Normally, yes.But if we take advantage of the current chaos, we might have a chance. I know the place. It's a town not far from where they keep my brother. If you're ready to take that risk, I can help you get in. Thank you. 要一起合作了。I'll get my belongings together. Meet me inside when you want to leave. In that case, you'll need some equipment. I'll get it ready. 哦，他准备工具。Hugo, I'm really sorry. I need to leave. Don't worry. I'll stay with Lucas. Good. I'll be back soon.准备了，本来以为要跟梅丽分道扬镳说，结果没想到 ，Father, Mother， 又要合作了。You'll always be here with us。老爸跟老妈再会了，快点帮我上一朵花，谢谢。It's Saint John's Wort。麦芽枝，快点，快插我。Oh, it will protect you when you go to the town. Must be powerful stuff。真是我的好弟弟。插的非常好，我说插花啦，哦，没事儿没事儿，插起来插起来，我们现在可以跑步了，看一下哦，这边的下面可以直接开门吗？不行，这应该是待会我们要出去的点，我们先去找卢卡斯看一下有什么神秘的发展之类的。哦，神奇的发展，或许没有吧。那我们来逛一下，看一下卢卡斯。It's probably more chaotic than here. Don't worry, we girls know how to handle ourselves. I'm sure you do. Good luck nonetheless. 他还没做好工具啊，继续在炼金。好，那我们走，我们准备出发，不要浪费时间了。
该来的还是得来。At last. All right, come on. Here. And one last thing. Laurenti has told us. 哦，他做好了。That there are roses scattered along the path to the book. So keep. 这什么东西啊 ？Roses. All right. 玫瑰。我们的家结束了，第十章，在城墙的阴影下。The first rule of survival is hidden between the legs. Wouldn't the head be quicker? You're way too soft. Shh, there are the town ramparts.What's that crowd on the bridge? It's the townsfolk. They're being evacuated. Let me guess. The bite's here. Exactly. And where there's the bite, you'll also find the Inquisition. Aren't you the smart one? 宗教审判署。噔。No. Did you know him? A thief. I used to work with. 他是一个小偷，以前和他一起干。So that's the punishment for stealing. 哇，死了。Death.I don't want to find Arthur with that kind of collar. Come on, let's go. 他的伙伴挂了，是男生还是女生啊？看样子应该是男的，就这样死去了。我也想要特写一下，看他长什么样子说。说算了。I'll open this, then I'll go take care of Arthur. All right. So, where will I find the university? It's the big building at the other end. You can't miss it. Do you think we'll see each other again?I hope so. You owe me. Shit. That means you're not allowed to die. I'll do my best. There you go. Go on. Get going. Good luck. You too. 啊？他只送我到这里？他要去救他哥？啊，对。他要去救他哥，我要找那一本书。What are they doing? 分道扬镳了啦，我都忘记了我们的目的是什么了。抱歉，状况外，不好意思。现在我怎么做？往哪里走才是正确的呢？先不管往哪里走啦，有东西捡了再说。哦，好爽，好爽！名副其实的勇者，进来捡东西都不会怎么样的。超爽的。这扇门呢不能开。那我走这里。往上。懒得蹲了，感觉蹲太慢了。哇。Over there. That must be the university. 那里的光。All that light.那就是我们要找的那个大学，好远哦，这么远，还有一段路要走。现在全部都要靠我自己一个人了。走吧，蒙呆奈，相信一切都会。资产阶级。该死的资产阶级啊！他们要走了，为什么？他们是要赶他们离开这个地方，是不是？因为这边开始有瘟疫了。你们再不快走，到时候被染黑死病，我要把你们给杀了哦！这个概念是吗？不要怪我们的刀刃哦，刀刃不长眼的哦。少啰嗦，再玩啊！Oh my god! Oh my god!
哎、欸，我卡住。哎、欸，我怎么突然卡住？啊，会死，会死！干什么东西？为什么刚切错啊？算了，浪费了一个。算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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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什么声音？最后通牒的号角。爸爸的东西怎么办？哦，快跑啊你们！还有时间聊天，还有时间停下来。啊？走。哦，这后面好多东西哦，捡得好爽哦！哎，好像可以哎，行得通啊！居然呢、啊！哎呦，帅哦！哎，靠背！哇塞，差点又往生了啊！我只是过想过去看一下而已。好，你家在，爆药丢下去，不然我就死了。应该是没东西了吧？我觉得我要走了。好，你家在，丢。成功逃出来，虽然刚刚差点死掉。有鸡。哦。No， 他是我丈夫。他现在已经完蛋了。为什么？You heard of martial law. Wanna die before he does? Oh my goodness. 那、啊、果然他被感染黑死病了。Fuck off now. Oh Lord, Lord. 中产阶级。果然不出我所料，就是因为要抑制病情啊，所以说把那些还没感染的人赶出去啊，不要让他再度扩大啊。啊，完全跟我想的一模一样。没有错啦，哇，这个药材料真多啊，舍不得花，还是不要弄好了。超级多，怎么办？这边怎么办呢？ I need to keep those rats busy.居然还上吊，怎么回事？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哦，要死了！啊，这些老鼠在干什么东西？想说去那边看一下也不行。左边不能过去，我们走右边。没错。什么东西？他听到我的声音了吗？哇，这叫要上来了，被他听到了。先准备一下，这应该有戴头盔。二段攻击。碎了。干什么东西？分散注意力。当然是。哎、欸，靠腰，不小心差点做到。哇、哦！
好恶心哦！这边全部都是啃食过的尸体耶，恶烂，恶烂至极。接下来什么地方可以过？也不能跳过去啊！跳过去等同于作死。少啰嗦！啊，我的脸要毁容啦！哦，小废物！给我开路啊！有东西可以捡的，应该不会怎样吧？哇！哇，这边也有东西可以捡呢。好，我还是过不去啊！可恶，看得到吃不到。怎么办？这里过不去，有什么办法？啊，我知道了，丢一下，暂时性。Yeah， 有没有赚呢？不知道，感觉没什么赚。走这条路。我觉得应该是这样，没错啦，点火绕过去啦，试试看。居然没有发现欸，超笨的。我觉得还是把它解决掉好了。碍眼的家伙，不然等一下我死掉，你要死掉就麻烦了，好不好？要重解一次，go go go， 这边有洞，这边老鼠洞，走这里。I made it. Oh, but I'll never forget this smell. 我觉得我最起码弄一下这个吧，可以自救欸。算了算了，神神神神神，啊，我们要到大学了。还是省好啦，真的不太敢花、啊。目的必经之路，要踏过，要踏遍所有的尸体前进的这样子。锁住了，这是什么？哦，那到底是有多怕光，怕成这个样子啊？好有趣哦！但可是超危险的，一个不小心可能就被吃了。照出一条路啊，圣光啊！对，就是这样子。清除清理道路也可以阻挡他们。清理道路的意思是让他们直接被光给消灭吗？完了完了，可以升级了。哦，终于可以升这个了，升一下，升一下。Not bad. Yeah. Not bad at all. Not bad. 好，升过了。No. 什么？躲起来。Must have something. Something worthwhile.Everyone's got a bit of treasure. Come on, Alicia. Do something. Come on. What? 怎么办？
No！ 啊！笑死！这个人该不会是亚瑟吧？看起来不像是亚瑟，还好不是。嗯，这样怎么过呢？照这里。哦，这边变得好干净哦。哎，让我爬，大哥，你们演戏哦。A window, perfect. 一扇窗户，完美。走这里，安全，不要往后跳就没事了。他往后跳跟空白键坐在一起真的很危险，一个按很快就往后跳，然后就死了，有吗？Magister, the Episanguis. Let's see. 他也是炼金术师。哇！高级炼金术师。Perfect. Perfect. So bold. We know it comes from those rats, but what's it for? 来自于老鼠啊。哇、哦！原石，哇、哦，好酷哦 ！That is just one of the effects of the Episanguis when we mix it with sulfur. But that's not what we are interested in. But, so why don't we let our units use it, eh? It could. It is too precious. 太珍贵了。Each Episanguis crystal must be kept for our project, particularly as in this form.It has been the source of some, how should I say, regrettable accidents. 不能拿来当军事武器。That is enough for today. Regrettable accidents. Imagine you spill some on your feet. You'd have to do your patrol on your ass. 用屁股巡逻了。你是说丢在你的脚下吗？你就真的用你的屁股巡逻了？原血。I need to see this. 原血，搞不好我弟就是这个受到这个感染，是不是 ？Come on, it's just a cemetery. 只觉得很新奇。Oh, more bodies. 哦，好多尸体哦，恶心。What are you so excited about?哦，这就是他们的那个炼金术原鞋，习得新的道具。哦。能够吸引老鼠短时间，瞄准一个表面。嗯哼，这现在新手教学。哦，他们会冲过去这样子。我好像放错边了、欸。哎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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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连血可以帮助阿米西亚升级装备，打开 I， 按 I 打开升级。哦，就多了炼金术而已啦，多了炼金术的格子而已啊。好的，东西拿了，去哪里？我要被 key 的 ，key 家，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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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坏坏想干什么？这个要怎么处理呢？所以，感觉不是照这里耶。应该是照这边啦、啊，然后呢？
这样子。嗯，全部都冲过去了。要快一点嘞，不然我要死啊！这是要推去哪？推这里。动脑筋游戏。推下去。Oh, oh no! Oh no! That was very discreet.非常谨慎。Right, now just a bit more. 哦，从这边跳上去了。终于。I might be able to draw them into that blocked alley and trap them in there with the lantern. 查看。为什么他标那两根柱子啊？他标那两根柱子意思是什么？哦，算了，我要先上去了。You see, you're doing it. You're getting there. 你就要成功了。嘿，对，我就要成功了。哥就要成功了，我们终于上来了。这是哪里啊？有没有工作台可以让我升级啊？干到无诶，这边这个不是炼金术的工作台。My God.What happened here? 老鼠要冲出来啦！ I'm getting closer. The book better really exist, Lucas. 那本书到底在哪里啊？哇，太恶心了！ Oh, Lord. 这些都是病人，濒死的人，放出了老鼠。救救我！我无法，我很抱歉。啊，断气了，断气了！他们用老鼠来对付这些病人。嗯，最有效率的方法吗？省了人力资源。以道德观来讲是非常的不道德，但是以效率来说，却是非常的快速便捷啊。What have you got to say that's so important？ 丢到身上。小废物。None。继续吃哈，我要走了。真好用啊 ！Why？ 我把他踢下去。其他人也很快就会得到救赎的。咬死他！哇，这个比其他的什么什么溶解头盔什么的好用太多了啦！这超好用的，我说，非常之好用啊！呀，把他踢到水里死掉了，马上断气。桥上引走。Why are they still here？ 他们为什么在这？ This is not just an evacuation。 他们应该有做实验的成分哦，拿这些病人当实验体。Oh,
passing it on from one sick bloke to the next, right up to the Grand Inquisitor. There'll be no one left. Shut the fuck up! Shut the fuck up! I don't want to hear another peep out of you. Nothing. Shut the fuck up! No! 旁边怎么会有人？干老师，根本就不够啊！拜托，这根本不够过去，好不好？这灯光也太短了，难道真的要这样子？我靠，他们疯狂了，把他们引过来，再把他们逼过去。我用这种方法逼啊，可以啦。身体里面我该怎么办？哦，他被感染了。水，哇，这边完全变死城。别喝 ！Oh my god！ 死了 ！Be brave. The university must be close. 一场噩梦啊！一场噩梦啊！给你照哦，赶快到大学再说。哦，好多老鼠啊！维塔利斯大人来了，大审判官来了，杀死我父亲的屠夫是你的手下。啊，终于见到他们的大统领了。该死的大统领，大统领必须死。嗯，这边是走下来，那对面呢？啊、这边也可以走下来，有两条路。只不过这边有东西可以捡就是了。这边也有东西可以捡，满了。这个要怎么打呢？放出我们的老鼠鼠。Oh my god! Oh my god! 哇，居然没用，这怎么办？我要眼托、哦。Oh my god！ 会死，会死，会死！啊！我已经先死了。嗯，溶解你。先走了。Yes, finally. Yes， 过了。大审判官出现了。What on earth are they doing here?I really thought I was going to thump one of those alchemists. Simmer down. They're a bit hoity-toity, but at least they know how to read. Well, that doesn't give them the right to act like assholes. Anyway, one of them said Vitalis isn't doing so well. We knew it was coming. We'll have to pray for him. 这怎么过？ I was told the Grand Inquisitor looked ill, but now. 大审判官也生病了。哇。好想捡哦，超级想捡，可恶，算了，不捡了，我要走了。哦，终于